双色温的 LED 之外，它同时也具备了前镜头，拥有88度的超广角自拍，而且有140度全景的全景自拍的模式，朋友再多，全部都可以拍进来。我相信你拿到 Zenfone Selfie 之后，你在朋友聚会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最受欢迎的，因为只有你的手机可以拍出来。请届时不要忘了，他们讲这是要用，好不好？华硕的 Digital Master 的技术让你完美照相。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先上市的一支叫做很明的 Zenny 线控自拍棒，让你自拍无极限。